1965年10月的一天傍晚，两名年轻人乘着暮色登上了昭陵的九宗山。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史书记载，唐太宗神秘的地下玄宫就在九宗山上。两位年轻人是山西省文管会的考古人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昭陵的寝宫遗址。然而就在他们翻过九宗山南侧的一段陡坡时，忽然间眼前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洞口离九宗山的顶峰并不太远，此时夜色中的石洞显得格外神秘莫测。石洞的出现令两位考古工作者惊奇不已，这个石洞会不会就是昭陵的地下玄宫呢？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的北部，距西安80多公里。昭陵是以九宗山主峰作为陵寝的。九宗山海拔1200多米，在山的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九道山梁，而古代把小的山梁称为宗，因而得名九宗山。唐太宗登基后，在一次去九宗山狩猎时，立刻被九宗山奇特的山势所吸引。这次啊，他看中了这个九宗山，这种山势，这种山势与他这种帝王这种胸怀产生了共鸣。那么这次他只是准备把九宗山作为自己的陵寝，但是这次还没有定下来。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促成了唐太宗选定九宗山作为自己的陵寝，那就是长孙皇后的病故。长孙皇后在贞观十年病故以前，她有一个遗愿，她说她去世以后要丧葬从简，不沾能钱，依山而葬，而且不弃坟茔，不置棺椁呀。这正好和唐太宗早期的那种想法产生了共鸣，于是从贞观的十年开始，唐太宗就确定找九宗山作为自己的陵寝，开始营建。昭陵作为唐太宗生前亲自选定的陵寝，由此也开创了唐代帝王以山为陵的先例。在昭陵以后的16座帝陵中，有13座是以山为陵的。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共在位23年，他在位期间居安思危，虚怀纳谏，并对唐朝的政治军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唐朝初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他在位的这一时期被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贞观23年，唐太宗驾崩，随后也埋葬在昭陵九宗山。昭陵的营建工程才算基本结束，营建时间长达13年。昭陵以九宗山为中心，在它的周围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在这些建筑当中，不仅有举行祭祀活动的献殿，还有供唐太宗灵魂起居的寝宫。2005年，考古工作者对寝宫遗址做了初步钻探和局部发掘，发现寝宫原来是3组完整的宫殿建筑。寝宫的外围是长方形状的宫城城墙，城内从南到北分布3组类似宫殿建筑。专家推测，寝宫的总体格局与唐长安城的大明宫非常相似。大明宫是唐长安城3大宫室中规模最大的一处，
贞观八年初建，是太宗李世民为太上皇李渊避暑而建的夏宫。工程未完，李渊病死，营造工程停止。28年后才再次建成。以后的唐朝皇帝大多在这里生活。大明宫中最宏伟的宫殿建筑是位于丹凤门正北的含元殿，它是大明宫第一大殿，也是当时整个长安城中最宏伟的宫殿。专家们由此推断，昭陵陵园的设计是模仿了唐长安城的宫城布局。整个昭陵陵园周长60公里，面积达30万亩，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园。两位考古人员发现的石室距离九宗山山顶的垂直高度只有30米，处于整个昭陵的最高位置。石洞南北通长12.7米，平均宽3.2米。石洞最高的地方近4米。据当地群众介绍，他们在山上放羊时常用这个石洞来避雨。可惜的是，1965年的那次考古调查，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留下任何考古资料。那么，这个石洞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2002年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考古队在发掘昭陵北司马门遗址时，对昭陵所在的九宗山主峰及周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北司马遗址位于九宗山的北面，从唐代中期开始，历代帝王来昭陵祭祀时，因为去献殿的路崎岖难行，便改在北司马院内进行。考古工作者在对北司马门南面发掘的过程中，出土了2件残块。经考证，这2件残块是昭陵6骏中2匹浮雕马的残损部位。昭陵6骏是唐太宗在征战年代骑过的6匹战马，6匹战马与唐太宗患难与共，战功卓越。贞观10年，唐太宗命阎立本、阎立德兄弟将6匹战马绘制成图，并分别取了名字，随后让工匠凿刻成大型浮雕，排列在北司马门内。昭陵6骏安置在北司马门的石雕长廊内，它的南面是14国藩军长石雕像。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北司马门遗址内陆续发现了石雕像的残片。从石雕像的头部残片和部分躯体服饰看出，它们是来自于大唐周边不同民族的首领。这些石雕像是相当于真人大小的等身像，石像体型高矮相差不大，高的近2米，矮的也有1米7左右。唐太宗对于少数民族的尊重，赢得了少数民族的爱戴。比如在这14个藩军长中，其中突厥的俞思摩在一次战役中受了重伤，然后唐太宗亲自为此洗毒疗伤。对，看到唐太宗去世以后，他们也非常感动，非常哀伤，特别是一些突厥的一些将领，他们以前是唐朝的敌国了，打得很厉害哈，从隋朝以来一直打，从北朝的时候突厥非常厉害，那么这么强势的一个势力，后来在唐太宗贞观3-4年的时候，李靖李济一起把它打平了。打平以后，唐太宗这个民族政策又非常好啊，这个他居然能够把这些人的将领啊，有500个将军接到长安当他的卫队这个将官。你想你敌手的军队，你当自己卫队的司令和这个将军，当时就可以做得到啊。那么这些人也是心悦诚服的跟着唐太宗。考古工作者发现，山顶上的石洞与北司马门遗址、南司马门遥遥相对，
它们几乎在一条直线上。这样的位置会不会说明石洞的异常重要呢？考古人员还在石洞的入口处发现三个方形小孔，这三个小孔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我们发现在它的甬道里边有安装木门的那个痕迹，凿的一些窝，那些窝是安装木门的，木头门的。那么在外边它通常是用这个砖石把它封堵起来。考古工作者首先考证的是一号石室是哪个朝代开凿的。一号石室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这与唐代的墓质结构极为相似。在墓室周围的石壁上还发现了残存的部分壁画，壁画是唐代特有的墓葬的表现形式，壁画的内容主要表现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那么一号石室的墓主人又会是谁呢？一号石室的位置接近九宗山的山顶，也就是最接近昭陵的核心，它会不会是唐太宗的昭陵玄宫呢？在《唐会要》一书中曾对昭陵玄宫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深75丈为主宫，架梁为栈道，绕山230步，始达主宫门，有5重石门等。唐朝末年至五代十国期间，后梁的温韬任耀州节度使，在他任职的7年里，对唐代帝陵进行了大规模的盗掘，在所有被盗的唐陵中，唯有对昭陵的玄宫进行了记述。因为像这个五代史里边记载，这个五代时候，这个当时镇守陕西的这个一个军阀叫温韬，他对这个关中地区的唐陵啊进行了大规模的盗掘，其中昭陵的这个盗掘应该是比较彻底的，而且在史书里边对这个被盗掘的昭陵地宫有一番描述，就说这个地宫呢是它隧道是深75丈，然后有5重石门，然后这个两厢呢有一些石函铁匣，这个铁匣里边有这个忠王墨迹，其中就有王羲之的一些书法作品在里边，而且当时应该保存得非常好，说是这个墨迹如新，就是保存得非常好的。根据史书中的记载推断，昭陵的玄宫深75丈，有5重石门，并有主室和侧室等。然而一号石室的通长仅12.7米，和唐尺不超过5丈，这与文献中记载的昭陵玄宫的结构相差悬殊。从结构来看，5重石门设置在昭陵玄宫的墓道和墓室之间，而一号石室的长度最多能设置2重门。最重要的是，玄宫墓室应当有主室和左右侧室，而一号石室只有不大的单室。考古工作者由此推断，一号石室并不是唐太宗的玄宫，石室主人另有其人。那么他会是谁呢？贞观十年，唐太宗将文德皇后安葬昭陵后，于第二年颁布了九宗山补陵诏，号召文武大臣及皇亲国戚去世后陪葬昭陵。在太宗的号召下，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都以陪葬昭陵为荣。从贞观年间开始到元年间，有数百位显赫人物陪葬昭陵，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王陵园。更为奇特的是昭陵陵园的布局。
九宗山的主峰是唐太宗的陵寝，190多座陪葬墓呈扇形分布在九宗山的两侧，和当年长安城的布局一样。陪葬墓的排列按墓葬的地理位置和规格来体现陪葬者的亲疏和等级，越靠近九宗山主峰的位置，地位越高，享受这种待遇的只有皇后、妃子和公主，而一般的文武大臣大多陪葬在山下平原。考古工作者推断，一号石室的主人很可能是长孙皇后。因为这个贞观十年的时候，长孙皇后就去世了，这个太宗呢就让开始这个昭陵的建造就开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可能因为他这个在几个月的时间呢就要把他葬到那儿去啊，这个时间比较仓促，所以他很可能就是先凿一个洞啊，先把长孙皇后放在那儿，然后呢再正式的开始这个昭陵的大规模的建造，包括地宫的开凿。因为文献里边记载，这地宫是规模是比较大，也洞子也非常深，那么在这几个月里边很可能是难以完成的。那么到了贞观23年，唐太宗死了以后，长孙皇后要和唐太宗要合葬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把长孙皇后呢从这个洞子里边移出来，然后和太宗呢这个葬在那个正式的那个玄宫里边去。然而也有的专家认为，一号石室埋葬着另一位叫徐贤妃的可能性最大。徐贤妃名叫徐慧，湖州长城人，因聪明伶俐被太宗召为才人。徐贤妃是除了长孙皇后以外最受唐太宗器重的妃子。太宗驾崩后，徐贤妃忧郁成疾，不肯进药。新旧唐书都明确记载，徐贤妃死后陪葬昭陵石室。那么太宗贞观23年去世的时候啊，这个徐贤妃啊就要求自己去殉葬。后来当然这个要求是没有得到这个批准了。那么到了第二年，他这个因为病了以后他也不吃药，实际上他就是说是这个太宗都已经不在了，那我应该去跟着去服侍太宗。那么他死了以后是也是陪葬昭陵的。文献里边关于他怎么样葬的有一句话非常关键，叫葬于昭陵石室。这个在所有的这个陪葬的这个记载里边，他是唯一明确记载是葬于昭陵石室。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洞子呀，很可能是这两位的，那么只有和他这个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是皇后，一个是徐贤妃。那么，唐太宗的陵寝又在哪里呢？虽然史书中对昭陵的玄宫入口有过描述，但考古工作者仍旧一无所获。史书中曾对昭陵的玄宫有这样的描述：玄宫开凿在陡峭的山崖上，在山崖旁边还建有绕山230步的临空栈道，从山下通到玄宫。玄宫门外是一座架空的厅堂。考古工作者根据文献的记载分析，唐太宗玄宫的入口很有可能在九宗山南侧的一处峭壁之间。然而他们在九宗山南侧反复寻找，始终没有发现玄宫入口的任何踪迹。就在考古人员又一次感到失望时，却在离一号石室不远的地方发现了几处有规则的圆孔。经过考证，这些圆孔就是文献中记载的临空栈道的栈道孔。栈道孔从半山腰处出现，在一号石室的上方消失。栈道孔多达几十处，那么这些栈道为什么就消失了呢？
这个栈道呢，应该它有两个作用，在这个修建过程中，它很可能是上下的一些工匠啊，他为了上下方便，他会走这个栈道。再一个就是，你埋葬这个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他的棺椁、一些陪葬品，必须得通过这个栈道才能运送上去，因为其他地方呢太陡峭，你没办法上去。他修栈道的目的主要就是这个，这么两个目的吧。贞观23年，唐太宗李世民入葬到昭陵以后，这个当时朝廷里边就有人提议啊，那么现在这个山陵已经建好了，唐太宗李世民也安葬进去了，这个栈道呢就没有必要再保留了，应该把它拆除掉。这个当时朝廷里边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当时昭陵有通向玄宫的栈道230步，如果按照现在的尺寸计算，大概是200多米。考古人员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栈道孔是在岩石上垂直开凿的。这条绕山的栈道是从北司马门经过东侧绕到山上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栈道孔在一号石室不远处消失。那么玄宫的入口会不会就在栈道孔消失的地方呢？然而一号石室的上方巨石林立，荆棘丛生，没有任何人工开凿过的痕迹。经过仔细考证，考古人员认为，玄宫入口之所以难以查询，或许和宋朝年间的一次填埋帝王陵有关。北宋初年的时候，开宝四年，当时皇帝下诏啊，把这个所有被盗的这个墓啊，要全部进行掩埋或者填埋。那么在这个平原上，从这个地表开挖进去的这种墓啊，用土来填埋就可以了。可是这个阴山为陵这一墓啊，你填埋是不好填埋的。估计啊，他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呢？就是把这山上的石头啊，给它弄下来。一堆上一大堆石头，把那口封堵上。那么经过这么千百年时间，这个山上不断的有些石头崩落下来，那么在一些这个风尘的一些土啊，把它掩上去，在这个杂草丛生啊什么的，这些现在找它确实是很困难。根据史书的有关论述，研究人员用计算机绘制出昭陵玄宫的大概位置。而绘制的这个位置正是在距离一号石室上面不远的地方。考古工作者希望在今后的昭陵考古工作中能发现更多的有关昭陵玄宫的资料。如今昭陵仍是中外考古工作者所关注的考古课题，而昭陵玄宫究竟在哪里，考古工作者仍在不断的探寻。神秘的昭陵就像唐太宗的威仪一样，令人充满着敬畏，充满着神往。一座花费了50年才建成的陵墓，随葬宝物不计其数，无数财富令盗贼频繁光顾，但考古专家却丝毫没有发现被盗的痕迹。这究竟是历史记载有误，还是盗贼技高一筹？那么茂陵历史上究竟是否被盗呢？下期请收看纪录片《未被发掘的皇陵之汉武天生》。